是这样，不是，不是跳小贝，是跳大贝，嗯，他的把位啊。好，那个到了倒来倒上啊，这个这里边那个小的那个符号叫装饰音，越短越好，一块。你的贝拉索变成了就这个开始，你看。这还要换把位，还不能把它延长了，是哒哒哒 ，beautiful beautiful， 第一二三四五六 ，beautiful， 第五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七啊，你这咪啊不够高，二声，你好，你二把位下的不够啊，你不能离开那赛马。赛马是拉米弦，这要是设置成是导错弦，再下来一个。尤其是老人，要这样，或者是不是软人，软要短的很多。然后，不能说。装饰音要多啊，因为这前面每个音都是加了装饰音，有一点就行了。下来，这个咪你上太多了，尤其这个，对呀，二把位的二指，一把位的一指。对，这里边还有那个拖泥带水，这地方是个滑轨，轻道，没有任何阻碍。然后这个咪低了哈，第二指也低了，再，然后你看，内弦的一指，外弦四指。然后米嗦，倒来，倒来一次，那一个，从这组突然说，要快，是吧？是吧？这左右手配合，不要，你看。最后才做抖音，下来是，很清楚啊，完全换了一个，这些小鸟都叫起来了，就开始都跳起来。这就叫滑动龙弦，动了，动本了。
哎，动本了，原来是动标的。这个错不够高，打开再高。看，记得永远记得，这个都可以记住。对，你一定要 hold 它啊！实际上手型我就跟你说都这样，尤其四指。你现在还粘着，你看变短了。你像这样，你这手指都没打开，还是有在眷恋这个琴稿，这个琴的这个琴的感觉比较明显。好好，说说。对，缩软，是吧？咪嗦咪来哆咪来哆，这就是滑音，外部类似。来，第四行第三小节。好，你不滑也可以，看到。我拉你一句，你看，二十两拨，对了，看，你要有我这个哈，你动身的了。好，这个一定要动身的，不动就没有动感。鸟是飞的，比马跑得还快，飞的当然比跑得快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，是不是？身子要动，好，今天要动起来，好，说不讲。打开，好，漂亮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好，这个有点难了，内通外三。半拍了，停住，下手，还不够。这三个小节是四分之一拍、二分之一拍、一拍，就一个房子四个人住的，两个人住的，还有一个人住的，越住越大，最后就变成别墅了啊！哆，瑞嗦咪瑞哆，哆哆。闹了一阵子就出去找神去了。对了，漂亮，这就很好啊，就是第四指。像这个字头，要学会拉这个头了啊，音头，看见？这叫音头，力度。这是弓子的力度，就要唱歌的气，这就是气，唱歌的气息。弓子就是我们的气，你没有气就没有力了，有气无声，无气就无声，对吧？